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这阵子如果不看世足赛，可能跟身边朋友没话题聊。堪称全台风世足，主打随足随孩，24小时不打烊的共享机车 WEMOSCOOTER 首度推出夜猫优惠，6月28日至7月8日为70天，深夜11点至隔日早上6点。租借 Remo Scooter 全面前20分钟不收费，不限租借次数。Remo Scooter 更加码，7月15日世足总决赛当天，晚上6点至隔日早上6点，长达12小时，前20分钟免费，让球迷安心开世足趴。此外 Uber U 7月16日前亦有输入序号揪团看世足六套八折活动，限定尊荣优步娱乐具优步。根据 Remo Scooter 观察，以往夜晚租借高峰落在晚间7至8点，近日高峰期往后延长，深夜11点至凌晨3点租借数量较以往成长近一倍，主要原因因为许多民众熬夜聚会看球赛，深夜交通需，球量因而变大。因应世足赛，共享机车 WEMOSCOOTER 首度推出夜猫优惠， Remo Scooter 提供 Uber U 即日起至7月16日推出6套8折世足活动， Uber 提供